今天这个阳光好舒服。我先去锁车。那里面有垃圾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往前面一点，这一台好了。这里也有垃圾。这一台好了，是这边的。哎呀！加油！我们被扣十元了，昨天被扣十元，变102了。你这边该扣了。对，该扣。骑那么久都没花钱哦，扣一个十元，我觉得也很好。而且其他公共脚踏车。除了 U-Bike 以外，公共脚踏车就是要100多块。U-Bike 它只是扣几块而已。哦，你是说如果去玩的时候？对啊，如果你要去什么游乐园啊，去什么风景区、露营区，要借那个脚踏车的话，要租，都要花100块。一小半小时多少钱？一小时多少钱 ？U-Bike 很便宜。U-Bike 是你用几个时间？一般可能是为了服务大家才有的，不是为主要不是为了赚大家的钱，我主要是为了服务大家。哇，今天也很早哎，你看都没有人在排，就表示很早。现在几分？7:41，早。没穿外套骑车会不会冷？有风，还好啦吼。我今天就没穿外套，我也没穿。啊，而且这边完全没人排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没有在赖皮，没有在那边拖拖拉拉的，这样子的步调就是又可以睡得饱，又可以很长大，最完美的。哇，那边好多车，表示门口应该很多小孩。送完你，我还要去还这本书。哇，我们今天很早哎，而且我们骑车也很顺，才花了4分钟。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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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面的记录时间，4分钟就骑到了。门口很多人，老师也才刚开门，我跟老师说早安喽。早安。老师早安。今天也非常的早。对啊。哎，是。好哦。门才刚开吗？对，差10分钟而已。好，我们来。你跳太高一点点。好 ，OK。不错，你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彤彤，拜拜，下午见。好，老师，拜拜。好。
我现在要去还书，今天要多跑一个地方，没有要马上回家，先去还个书，在这边。过期，要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把书投进书箱，要不然就算过期。其实昨天就过到昨天而已，但你只要在今天早上之前丢进去就可以了，他一开门就拿到，就不算过期。所以我这边再多拍一段，这一段路可以记录完整的走完这一段路，然后再到图书馆，很近啊。这边环境很不错，这边幼儿园旁边就是图书馆，然后图书馆旁边又是小学，学校很多，这边附近超级多幼儿园。其实我很珍惜，就是每天这样子送彤彤，骑脚踏车送彤彤上学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当初的计划就是只骑到国小之前了，只有幼儿园的这时候是会骑脚踏车送他。就是上了小学之后就不会再骑这个脚踏车，他就不会再坐在我前面这样骑了。所以剩没几天了。其实严格来讲，可能到他幼儿园毕业，扣掉假日嘛，可能就五六十个日子了。倒数骑一天就少一天了。我就是把它想成，就是以后回忆的时候，老了的时候很珍贵的一个回忆。可能剩下50天以内，我就来做个记录倒数。不管倒数。哇，这边好多小朋友，因为旁边这边是一个小学的侧门。记录到这边了，祝福大家都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。